那时候，门徒来到耶稣跟前说，在天国里，究竟谁是最大的？耶稣就叫一个小孩来，使他站在他们中间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变成如同小孩一样，你们绝不能进入天国。所以，谁若自谦自卑，如同这一个小孩，这人就是天国中最大的。无论谁因我的名字收留一个这样的小孩，就是收留我。你们小心，不要轻视这些小子中的一个，因为我告诉你们，他们的天使在天上，常见我在天之父的面。